我总是不知怎样的好，渴望你的触碰。说是你的脾气红，想要的就不做。说是你的脾气红，啦啦啦啦啦。选择默认的不是生活，是被你放弃的我一个人还在生活。我总是无知啊，对，买新房子，还没开始买啦，就是因为现在还在装修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所以家具还没开始买。但是我这一次有些东西，我想说就是双十一可以先买，对，像有一些五金的东西啊，就是或是马桶啊什么之类的，对。会是以婚房的方式在处理这间新房子。婚房是什么概念？新房，新房啊，结婚用的房子。没有了，没有这样设定了、嗯。但是如果要结的话，应该还是够用，还算够用了。几房、啊？我家吗？嗯。也太多。都很豪宅哦，住一百豪宅哦。五房，五房，五房哎，是整栋的、哦，透天。哎、欸，对。后天错账，对太木账了，对木账，这么详细，详细，详细，先搬离木账，对、啊。五房是有规划婴儿房的意思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谁来就谁住进来就住了，就是多点房间，以后要用好用嘛。